就在叙利亚内战剑拔弩张之时，俄罗斯、伊朗、土耳其三个国家的总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会晤。此次会晤主要讨论涉及叙利亚内战的问题。会后，三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三方会坚决地打击破坏叙利亚完整的分裂主义。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媒体评论称，目前叙利亚内战进行到了关键时刻。在美国极力阻止巴沙尔方面取得胜利的情况下，三国根据普京倡议结成的联盟非常重要，该联盟将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一股力量，这是西方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在土俄伊三国会晤之时，美国媒体也报道了关于叙利亚的新闻，称特朗普转变了对待叙利亚的立场，表示坚决不会撤军，除非伊朗武装撤离以及彻底消灭美国所谓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。当下叙利亚内战的最关键一战，攻打伊德利卜省随时都有可能启动。虽然各方势力暂时都按兵不动，但是没有任何一方有妥协的迹象。俄罗斯在地中海大张旗鼓的军演，叛军准备着化武证据，而美国和土耳其立场的转变很可能会打破僵局。众所周知，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友，由于此前接连发生在双方之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两国一度撕破脸皮互相制裁。不过在叙利亚问题上，两国有一定的分歧，但是在大方向上还是高度一致的。美土两国均是反叛军的幕后金主，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，怎么处理好叙利亚问题对土耳其来说比美国要重要的多。美国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，土耳其却不行，因为边境地区的各国武装势力对土耳其国内造成了巨大的威胁，这也是为何土耳其亲自介入叙利亚战场的主要原因。攻下伊德利卜省确实是一场恶战，尤其是还有美国在一旁虎视眈眈，但是外界一致认为叙利亚政府一定会是最后的胜利者，美国的阻挠无法违背大势所趋，因此土耳其加入普京倡议的结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。目前双方已经开始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，包括俄罗斯和以色列的空袭、政府军的炮袭，为最后一战拉开大幕，做着最后的铺垫，影响叙利亚命运的关键一战即将上演。